小说《丹武双绝》，作者：飞翔蜗牛，第三百八十一杠四百章《丹武双绝第》第三百八十一章火爆的生意。当然，这里的丹药都是完美丹药。司马硕骄傲的昂着头道：“女武者笑了笑，试探说道：‘好，那给我来一瓶五品完美品质的聚灵丹。’他才不相信这店里全部都是完美丹药。这三品完美聚气丹不算什么。” 五品的完美聚灵丹才是真正的珍贵。司马硕小心的从架子上拿下一个玉瓶，谨慎的递给女舞者：“你可要小心点，千万不要弄坏了。”店铺内所有的舞者都看着玉瓶，一颗心悬了起来。这不会真的是完美品质的聚灵丹吧？放心，女舞者一笑，把玉瓶接过，倒出一颗丹药。一颗久闻的聚灵丹出现在面前，丹药上散发着澎湃的灵气，众人只感觉体内的灵气。 正蠢蠢欲动，真是完美品质的聚灵丹。女武者不敢置信道：“所有武者都看向女武者手中的丹药，眼中透着羡慕、渴望的神色。”这瓶聚灵丹多少灵石？女武者忍不住问道。“五万上品灵石。”司马硕已经把整个册子的丹药价格背了下来。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听到司马硕的话，所有武者都吸了口凉气。司马硕把丹药小心放回玉瓶。 递给司马硕说道：“完美聚灵丹太贵，我买不起。你给我瓶完美炼灵丹吧。”“好。”司马硕答道。“你说过要借灵石给我买丹药的，现在有完美聚气丹，快点把灵石借给我。”刀疤脸看到女武者已经拿着一瓶完美聚灵丹了，急忙对着旁边的短发舞者道：“完美聚灵丹是四品丹药，他买来没用，他只想要瓶完美的聚气丹。”“不好意思，我没有灵石。” 短发舞者道：“你明明有零食。”刀疤脸急了，他最近刚好没有零食，要是等他赚到足够的零食，这完美聚气丹很可能就没了。短发舞者从腰上拿出一个布袋，递给司马硕说道：“给我来一瓶聚气丹。”又转过头对着刀疤舞者道：“你看，我现在不就没有零食了吗？放心，我以后有零食会借给你的。”啊！刀疤脸愤怒道。 谁知道以后还有没有完美聚气丹？你以后借零食给我有什么用？要不你把你聚气丹分点给我？不行，短发舞者直接拒绝。这点完美聚气丹都不够我修炼的，哪里能分给你？再说，你年纪比我小，就算是服用普通聚气丹也能晋级，而我呢，年纪大了，晋级的机会比你少很多。只有服用完美聚气丹，才有一丝丝机会。大个屁！ 刀疤舞者大声道：“你才比我大一岁而已，你不想借就直说。对，我就是不想借。这机会多么难得，错过这个店，谁知道以后还会不会有完美丹药出现？”短发舞者接过司马硕递过来的丹药，小心的检查一番，高兴的放在怀里。哼！刀疤舞者愤怒道：“今天算是认清你了，以后我们不是朋友。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说完，刀疤舞者快步离开。 打算去别处借零食，不做朋友就不做朋友。拍了拍怀里的玉瓶，短发舞者心中道：“就这样。”丹火街道有一家店铺在出售完美丹药的消息，在整个盐城传开了。一时间，很多舞者过来求证。不好意思，啊，今天丹药卖完了。司马硕心里数了数卖出去的数量，对着排队的人群说道：“什么？”排在最前面的舞者大声道：“刚刚到我。” 你们就卖完了？那上面不是还有丹药吗？怎么不卖了？不好意思，本店规矩，每天每人只卖一瓶，每天只卖一百瓶，今天已经卖了一百瓶了。想要买丹药的，请明天赶早。司马硕说道。哦，对了，这里还有半瓶聚气丹，是刚刚有人要不完多出来的，你要不要？要。排着最前面的舞者把玉瓶夺过，递给司马硕零食，高兴的把玉瓶抱在怀里。 后面的舞者有些懊悔，这店怎么有这种破规矩？都怪自己来的太晚了。纷纷心中决定，明天一定要来早点。更有舞者决定，今天就住在这家店外面。《单武双绝》第三百八十二章：绝望之海。盐城郊外一个大庄园之内，父亲，你找我？一个年轻人拱手对着坐在椅子上的中年人道。中年人点了点头：“泉儿，你现在武宗境界巅峰了吧？” 是的，父亲。年轻人骄傲的看着中年人。作为我杨佑明的儿子，你现在才到武宗巅峰，没什么了不起的。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也一样到了武宗巅峰。中年人教诲道：“是。”年轻人低头。中年人杨佑明点头道：“泉儿，你是杨家最有天赋的天才，整个家族都把期望放在你身上，你千万不要懈怠。你也知道，老祖宗受伤了。” 现在就凭借着一口气支撑着。要是老祖宗死了，而杨家又没有武尊境界的强者坐镇，杨家就危险了。你要比我以前更加努力，更加出色，才能一分希望晋级武尊。要不然，肯定也会像父亲一样止步武皇巅峰。老祖宗真的没有办法医治好吗？年轻人期望的看着父亲，杨佑明叹了口气：“难，难，难。除非是找到传说中的九品疗伤丹药。” 否则，九品疗伤丹药。年轻人握了握拳头，露出坚定的目光。银月湖能够让老祖宗受伤，这么厉害的上古秘境，一定有九品丹药。杨佑明点头道：“确实，这次老祖宗强行进入秘境探查，虽然受了重伤，可也得到了部分消息。这秘境的规模前所未有的大，秘境之内珍宝秘籍堆积如山，绝对有九品丹药。不过……” 九品丹药可不是那么好拿的，秘境只开放三年，要经过重重险关才有可能得到。而且，其他四家肯定会百般阻挠，拿到九品丹药犹如登天般难。年轻人低头沉思，现在五大家族虽然明面上和谐共处，其实几大家族早就心生龌龊。在外面还好点，因为有盐城的利益在，几个家族可以勉力合作。可到了秘境之中， 没有大能压着，也不用担心对盐城有影响。到时候的情形就不是轻易可以控制的。不管再难，我一定要把疗伤丹药带回来。”年轻人坚定道。“钱儿，杨佑明郑重地看着年轻人道：‘老祖宗这次虽然受伤很重，可是老祖宗毕竟是武尊强者，可以压制伤势百年。我和老祖宗其实对你从秘境中得到疗伤丹药根本没有指望，比起从秘境中得到丹药。’” 我们更希望你能成为家族新的武尊强者，带领杨家走上辉煌。父亲，虽然秘境中得到疗伤丹药很难，可应该要比我百年之内突破武尊要简单吧？年轻人疑惑道。杨佑明摇了摇头，叹息了口气，说道：“全儿，老祖宗是被秘境所伤，秘境中带有天地之力，老祖宗怀疑就算是下品九品丹药都难医治好，除非是上品九品丹药才有十成把握。”什么？ 年轻人心神一震，要上品九品丹药。九品丹药是何其珍贵！现在出现的九品丹药，几乎全部都是来自秘境。现在这片大陆根本没人能够炼制，而秘境中出现上品九品丹药，据年轻人了解，整个历史上记载都仅仅只有一次。杨佑明郑重说道：“所以，我和老祖宗都把期望寄托在你身上。要是你不能在百年之内成为武尊……” 那么老祖宗就去闯绝望之海寻找机会，我们杨家也会放弃盐城，到老祖宗创造的秘境中生活。绝望之海，年轻人浑身一震。绝望之海是前大陆和原大陆中间的海洋，无边无涯。闯绝望之海的船每年都有上千艘，可能够回来的，十年才有可能出现一艘。单武双绝第三百八十三章：只卖完美丹药。父亲。 我一定前行修炼，一定在百年之内晋升武尊。年轻人目光中透着坚定，我绝对不允许族人在秘境没有天日的生活着。杨佑明欣慰的点点头，抛给年轻人一瓶丹药。这是……年轻人打开玉瓶，看着里面的丹药，这是炼灵丹。不错，杨佑明道，我知道你手里有炼灵丹，不过这瓶炼灵丹丹药非常新鲜，药效几乎没有任何损失。 是完美炼灵丹中的精品。这瓶丹药是前几天在盐城拍卖行发现的，是一位叫青牙子丹王委托拍卖的吗？年轻人问道。杨佑明点头道：“你怎么知道？盐城拍卖行我一直派人盯着，出现一个陌生的丹王，我当然关心。前几天我还派人接触过他，想要把他招揽到家族，可惜他好像没有兴趣。”年轻人说道。杨佑明笑道：“不错，丹药师是一个家族的底蕴。” 你能想到派人接触很不错，他没有接受很正常，要慢慢来。有本事的人多多少少都有架子。父亲，我知道的。年轻人道：“下次我会亲自去谈谈。”杨佑明笑着点头。青崖丹方早早的就关了门。司马硕拿着空间戒指，一溜烟跑到秦明卧室。师傅，我们今天丹铺火爆，丹药完全是供不应求。这是我们今天卖的零食。 司马硕把戒指递给秦明，秦明接过戒指，精神力一扫，点点头道：“不错，继续这样卖。要不我们每天多卖点吧？”司马硕道：“反正我们店铺内还有很多完美品质丹药，把这些卖完，我们再去进些下品丹药过来。相信经过这些天宣传，整个盐城都知道我们丹铺了。”秦明摇头道：“我们店铺永远只卖完美丹药，而且每天只卖一百瓶。” 多一瓶都不卖，好吧。完美丹药虽然多，可总有一天会卖完的，到时候店铺就没有丹药卖了。司马硕嘀咕着。秦明笑了笑，递给司马硕一个戒指，这里面还有些完美丹药，卖完了继续吧。好。接过戒指，看到里面的玉瓶，司马硕兴奋起来：“师傅，你不知道，今天我们卖丹药的盛况被旁边那个周扒皮看到了，你不知道他羡慕的样子。” 真是，周扒皮是旁边单铺的主人，生意普普通通。要是我们一直有完美丹药卖，旁边的周扒皮肯定一直羡慕。司马硕高兴说道。秦明呵呵一笑，道：“放心，完美丹药我有很多，你安心卖就是了。现在先别管店铺的事，快去炼丹吧。今天晚上我可要考察的。”是。司马硕听说炼丹的事，连忙跑去炼丹房。秦明摇了摇头。 司马硕以前没有灵石炼制丹药，总是扣扣索索。现在秦明他大量的灵石，让他随意炼丹。只要有时间，司马硕就会在炼丹室里炼丹。不过到现在为止，司马硕还是没有学会凝聚丹丸，倒是对炼丹的喜好半分没减。盐城五大家族，你们知道盐城之内有个卖完美品质的丹药铺，你们会怎么对待呢？秦明站起身来，看着远处高升的太阳。 喃喃自语。《丹武双绝》第三百八十四章：盐城五大家族金家。第二天一早，青崖丹方里的丹药就被抢光。司马硕把客人都请出店铺，正打算关门，几个武者拦住了他：“我找你们店铺的老板，你们店铺的老板呢？”一个大鼻子的武者昂着头，斜眼看着司马硕问道：“我们老板不见客。”司马硕摇头道：“想要见他师傅的人多了，要是什么人找？” 都把师傅叫出来，那师傅什么事情都不用做了。关门！大鼻子舞者把司马硕的肩膀一捏，对着身后几个舞者说道：“身后几个舞者立马把店铺的门关好。”司马硕紧张的看着这几个凶神恶煞的舞者，这里可是盐城，你们就算是抢了店铺里的丹药，也绝对逃不过盐城守卫队的追捕。盐城守卫队在整个街道巡逻，任何的响动都会惊动他们。 我是盐城五大家族的金家的人，不会抢夺你们的丹药。我再说一遍，我找你们老板。大鼻子的武者不屑道：“好好。”司马硕听说是盐城五大家族的人，知道这些人不是自己能够应付的了的，连忙应道，然后带着他们来到秦明卧室跟前。“师傅，五大家族的金家找你。”进来。屋里传来秦明的声音：“吱呀。”大鼻子武者推开秦明的卧室门。 只见秦明正躺在床上，正打着哈欠。你们找我什么事？你看到秦明不以为然的样子，大鼻子身后的一个魁梧大汉愤怒的就想破口大骂，还好被大鼻子舞者挡了下来，脏话才没有骂出口。大鼻子舞者拱手道：“我是盐城五大家族的金家的执事，我叫金有福，想要邀请青牙子先生到金家做炼丹师。”不去。秦明坐了起来，又打了个哈欠。 你听清楚，我们可是金家的人，是五大家族之一的金家。魁梧大汉大声道：“秦明看了眼魁梧大汉队，对我知道你们是金家的人，不过我还是不想去。”司马硕有些担心，这些人可是金家的人，会不会对师傅不利？你好大的面！魁梧大汉道：“我们金家的面子都不给，你就不怕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闲，散野人撒野撒惯了。 受不了大家族的规矩，秦明随意拱手道。大鼻子不甘心的看了秦明一眼，拱手道：“好，既然先生不去，我们也不勉强。这次除了想请先生去我金家，还希望能够买些丹药。”“买丹药啊？”掏了掏耳朵，秦明道：“那么你们想买多少？有多少我们买多少，只要是完美丹药，我们都买。”大鼻子想要用财把秦明镇住，大声道：“好。” 秦明笑道：“司马硕，你跟他们谈吧，价格上浮两层，你手里的丹药都可以卖给他们。上浮两成。”大鼻子怒道：“你凭什么上浮两成？我们大批量的买，你不但不便宜，还加价。”秦明笑了笑：“凭的是我的完美丹药供不应求，你不要自然有大把人买。你要是想要原价也可以，到外面排队去，外面的价格是原价。外面排队。” 排个屁的队！现在都有很多武者，吃住都在哪里？他们排到何年何月去？好，大鼻子武者脸庞憋得通红。秦明笑了笑，转身又睡在床上。愤怒的大鼻子武者和魁梧大汉走了出去，到前堂。司马硕把所有的丹药都给你大鼻子武者，同时按照上浮两成的价格，大鼻子武者付了灵石。司马硕，你跟你师傅带句话，就说。 希望他永远不要出盐城。大鼻子舞者愤怒的推开门，带着人离开了丹药铺。司马硕看着大鼻子舞者离开，眼中充满忧虑。不用担心，秦明从里面走了出来，拍了拍司马硕的肩膀，说道：“师傅，你出来了。”司马硕看着师傅道：“秦明点了点头，递给司马硕一个戒指，把这些丹药摆上去，摆不完的留着。还有完美丹药。”司马硕欣喜的接过戒指。 开始摆放丹药，秦明笑道：“如果他们再来找你买丹药，还是老规矩，上府两成卖给他们。”“什么？他们还会来？”司马硕惊讶道。“哪怕和我们关系再差，只要有利可图，这些人还是会来的。”秦明说道。司马硕若有所思。《丹武双绝》第三百八十五章：盐城五大家族杨家。第二天，刚刚卖完丹药，司马硕又被人拦住。 我是盐城五大家族的杨家少家主杨泉，想要拜访青牙子丹王，还请通报一声。一个年轻人带着两个侍女微笑道：“盐城五大家族杨家少家主。”司马硕吃惊的看了一眼年轻人，又看了眼旁边貌美如花的侍女，害羞的低下头道：“等我，等我先关好门。请”请杨泉拱手道。司马硕飞快的关好门，带着杨泉来到秦明卧室前。 司马硕刚刚想要喊秦明，杨泉拦住，小声问：“你师傅是不是在睡觉？”司马硕不好意思的摸了摸头，说道：“是的，我师傅一般很晚起来。”“那么我先到外面等，等你师傅起来了，我再拜访。”杨泉道：“好吧。”司马硕带着杨泉来到茶室，给杨泉倒上一杯茶，茶叶不是很好，好请不要介意。不介意，你去忙你的吧，不用招待我。”杨泉客气道。 好，那里坐一会。杨泉马上跑到师傅门口，这里又可以看到通往钱塘的通道，预防他们偷丹药，又可以等师傅起床。等了一刻钟，秦明从房间里走出。师傅<父>，司马硕刚要把杨泉氏告诉秦明，秦明摆手道：“我知道了，你不用管，去炼丹吧。”好。司马硕望了一眼茶室，向着炼丹室跑去。秦明大步走到茶室。 在下盐城五大家族的杨家少家主杨泉。杨泉看到秦明过来，连忙起身拱手道：“秦明，拱手道，青牙子，请坐。”两人坐下之后，侍女给秦明斟茶。不知道阁下找老夫何事？秦明喝了口茶水道：“杨泉，笑道，实不相瞒，上次听说在盐城拍卖行有一个丹王，我特意派人邀请你没有过来。我们杨家这次我特意前来。” 是希望您能够做我们杨家的炼丹师。秦明摇了摇头，拒绝道：“对不起，我不想加入别人家族。”杨泉尴尬的笑了笑，没有想到这青牙子一点面子都不给，直接就拒绝了。如果您想要加入家族，我们杨家随时欢迎。杨泉道：“看到你这里有卖完美丹药，不知道我能不能采购些？”秦明点头道：“可以，就按照店铺的价格给你。如果你能拿五品以上的灵值支付。” 我给你打九折，好。杨泉大喜，那我回家拿灵值。别急，秦明把一个戒指递给杨泉，先给你丹药吧。你等下派人过来把灵值给我就行。杨泉接过戒指，精神力一扫，心中一喜，这里面可有不少玉瓶，应该有不少完美丹药吧？要是觉得多，也可以退回来。秦明笑道：“不会，怎么会嫌多呢？完美丹药越多越好。” 杨泉笑道：“那我先回去了，等下我找人合计丹药价值，很快就会把灵芝给您送过来。”说完，杨泉就带着侍女离开。这杨泉还真是不错的人，最少比那什么金家好得多。秦明心中暗道：“作为五大家族之一的杨家，能够亲自过来邀请他，他已经觉得意外了，还愿意在等候，这更是了不起的修养。”秦明和他交流的过程中，没有半点的仗势欺人，反而令秦明如沐春风。 这更是让他有些意外。《丹武双绝》第三百八十六章：雷霆战决就这样，秦明每天除了修炼，就是接待各个家族。很快，盐城五大家族秦明都给认识了个遍，和他们都纷纷达成合作。除了盐城的五大家族之外，还有很多商队、大宗门等等，秦明来者不拒。他每次交易的完美丹药也不多，品阶更是控制在五品之下。这天是月初。 秦明结束修炼，就开始清点身上的灵石，一共有八亿七千万上品灵石，参加今天的珍宝拍卖会应该够了。秦明大步来到盐城拍卖行，在侍女的带领下，来到拍卖场一个小包间之内。他向下看去，现场已经挤满了舞者，整个拍卖场热闹非凡。随便用气势一扫，就发现五六个武王。为了怕以前误会，秦明收起气势，坐在椅子上慢慢等待。 希望这次有九品灵植。现在上古秘境开启，整个盐城的武者都增加了很多，拍卖会更是出奇的热闹，很有可能会出现珍贵的九品灵植。秦明摸了摸戒指，心中也有些担心灵石不够。除了购买九品灵植以外，八品灵植、七品灵植也是秦明的目标。片刻，一个长相狐媚的女子走上拍卖台，她一颦一笑中无不带着魅惑，又是那种天生的风情，不是魔功。 让在场的人无形中被魅惑进去，而又不反感。我是今天的拍卖师平如，谢谢大家的捧场。今天的拍卖品是我们拍卖场精心准备的，绝对不会让各位失望。我们管事说了，今天要是卖的不好，就把我卖给青楼。希望各位可怜可怜小女子，多多叫价。放心，你被卖到青楼，我肯定光顾。一个粗糙大汉大声道：“平如也没有生气，对着台下妩媚一笑。” 说到不耽搁各种宝贵的时间，现在开始第一场拍卖，有请拍卖品。两个大汉端着一个台子走了上来，台子上用红布盖着，所有的人都不知道里面有什么。拍卖师平如走上前来，把红布揭开，露出珍宝真容。这是一本书和一些小石头。秦明见了，目光中透着不可置信之色。天级功法，这里怎么会拍卖天级功法呢？天级功法何等珍贵！ 上一世，秦明虽然得到很多天级功法，可是和他接触的都是什么级别的人？都是大陆上顶尖的势力、顶尖的强者。这些强者有些甚至有能力自创功法，而秦明作为最强丹地，很多强者有求于他，纷纷给他观摩秘籍，所以才收集了大量的天级功法。而前大陆比原大陆灵气差多了，这里的武道也比原大陆差，根本不可能出现创造天级功法的武者。 又看到旁边的小石头，秦明点了点头。如果是这样，那就难怪了。拍卖视频如神秘的笑了笑，说道：“这是一部天级功法。”轰！现场顿时热闹起来。天级功法，我还从来没有看过天级功法，今天算是长见识了。要是我能修炼天级功法就好了。以我的天资，再加上天级功法，我肯定可以成为武皇。真想上去抢了。等现场议论一番之后。 拍卖视频如笑道：“这是一部下品天级功法《雷霆战诀》，不过你们也知道，除了少数的天级功法外，大部分的天级功法都需要特殊物品才能修炼。而这《雷霆战诀》的修炼就需要这雷霆石。根据我们拍卖行的鉴定师鉴定，这些雷霆石只能使用三次，也就是说，这本天级功法只能修炼三次，三次之后就需要自己寻找雷霆石了。单武双绝。” 第三百八十七章十九亿上品灵石。秦明了然，这样才对。如果真的是没有限制的天级功法，绝对不会流传在外。盐城拍卖行可能连拍卖行都不要，也会卷着天级功法跑路。如果是有次数限制，这也就说得过去了。前世秦明倒是见过很多这次天级功法，不过这种天级功法对秦明来说一点用都没有。 他连那些没有限制条件的天级功法都看不完，怎么会瞧得起有限制条件的天级功法呢？虽然是有限制的天级功法，不过在这种拍卖会遇到也是挺不容易的。看下面人群的兴奋劲，秦明就知道他们对这天级功法很感兴趣。雷霆战诀是威力极大的天级功法，修炼成功之后，灵气中都会带有雷电效果，可以麻痹敌人。最重要的是，修炼天级功法。 可比地级功法快得多，也更容易晋级。很有可能，这部天级功法就会造就一个武尊出现。拍卖师平如顿了顿，大声道：“现在开始起拍，无底价。”整个拍卖场一静，一个声音突然出现：“五亿上品灵石。”这个声音出现，接着便是络绎不绝的叫喊声：“六亿，六亿五千万，七亿，真疯狂！”秦明摇了摇头，没有想到。 这天级功法会这么受欢迎？可惜他一部受限制的天级功法都不记得，脑子里记得的天级功法都是没有限制，并且很有特色或者很强的上品天级功法。他可不敢把这种功法放出去，估计他刚刚放出去就被人直接关押起来。那个时候才不会管什么盐城的规则，因为就算是盐城卖了，也买不起他脑中任何的天级功法。很快。 这价格就飙升到十八亿上品灵石，十八亿上品灵石，还有没有谁出价更高？拍卖师平如拿着锤子，激动地说道：“一。”平如往上面包间看了看，又数到二十九亿。一个浑厚的声音从包厢中传出：“十九亿了，十九亿了，还有没有更高的价格？这可是天级功法，很有可能凭借着天级功法晋级五尊哦。”拍卖师平如等了一小会。 开始数到一二三，啪！拍卖视频如一锤子敲下。望着放出声音的包厢，妩媚笑了笑：“恭喜获得雷霆战诀。”下面开始拍卖的是九品灵植青竹叶。秦明猛然坐了起来，看着台下青色灵植。月初拍卖会果然有九品灵植出现。虽然这株灵植并不能炼制补心丹，却是多种九品丹药的主药，其中就有秦明很想要的一种丹药。 需要这种灵植炼制，它就是逆天的魔云丹。魔云丹不能增加人修为，也不能疗伤，可是它可以让人领悟事。到达武王之后，人必须要领悟事，才能晋升为武皇。要不然，不管怎么修炼，怎么增加灵气，都是不能突破到武皇之境。而武皇是武道的一条天择完全是两个生命层级。绝无涯已经领悟了事的雏形，我早就领悟了事，而父亲。 母亲还有妹妹都没有领悟式的资质，要是能够炼制出魔心丹，他们就能进入五皇了。秦明心中想到，五皇之前，秦明就算是用丹药堆，都要把父亲、母亲和妹妹堆成五灵，再服用魔心丹，那么五皇之路畅通无阻。再加上他炼制的增寿丹，活个一万年，轻轻松松。丹武双绝第三百八十八章：双星叶。这种灵只想必大家都清楚，单独服用。 可以增加人寿命，不同的舞者增加的寿命的数量大不相同，可最少也能增加十年。十年的寿命到底值多少灵石呢？拍卖师平如诱惑地说道：“底价五千万上品灵石，现在开始拍卖。”秦明摇了摇头，这里根本就没有人知道青竹叶的真实功能，增加寿命只是它的一个副产物而已。用青竹叶炼制的丹药，哪怕是下品都可以增加五十年的寿命，要是完美丹药。 最少可以增加两百年，当然，这种效果也只有一次，无法叠加。七千万，旁边包厢传来响亮的声音。八千万，一亿，拍卖视频如看到半刻钟价格都没有变化，诱惑道：“最少可以增加十年寿命，增加寿命是区区灵石可以比的吗？人都死了，留着灵石有什么用？没有什么比寿命值钱吧？一亿一千万。” 又有人道，一亿五千万。秦明直接道：“他直接叫高点，把那些还在犹豫的舞者吓跑。”果然，秦明叫价之后，很长时间都没有再加价。拍卖视频如无奈开始数一二三，啪！恭喜得到珍贵的九品灵植青竹叶。拍卖视频如朝着秦明的包厢微微一笑，然后继续开始拍卖下一件。下一件拍卖品是来自罗格大师打造的翠云刀。 底价，秦明端着茶杯，等待着灵植的到来。很快，一个侍女就把灵植送了过来。在秦明付完灵石之后，侍女离开。摸着手中的青竹叶，秦明就像是在抚摸心爱人的肌肤，把它小心的放进空间戒指。秦明继续开始关注拍卖场，接下来的拍卖有几株八品灵植和上百株七品灵植一起拍卖。秦明总共花费两亿上品灵石。 把这些灵植都送入囊中，补心丹除了还差两株九品灵植之外，就只剩下一种八品灵植了。秦明把空间戒指中的灵植清理了一遍，细细的算了起来，心中一喜。不过，解除师傅毒龙丹的毒，倒是筹齐全部所需要的灵植了。本来秦明打算尽量寻找补心丹的灵植，可九品灵植实在是太罕见，而现在刚好又筹齐炼制罗王醉这种八品解毒丹，反正炼制补心丹。 我也有把握炼制出十颗，完全可以先给师傅服用罗王醉，等到补心丹炼制成功，再直接给师傅服用补心丹，把身上的丹田修复了。师傅青岩身上所中的毒，一直是秦明的一块心病，现在把灵植筹齐，秦明当然高兴。要不是后面还有可能会出现灵植拍卖，秦明现在就回去了。拍卖师平如现在已经到了最后的拍卖了，今天压轴的是九品灵植双生子。 本来心不在焉的秦明听到九品灵植就打起了精神，一双眼睛炯炯有神的盯着下面一株灵植，神奇的有两根主脉互相缠绕，又彼此分离，就像一对恋人一般依偎在一起。在灯光的照射下，如梦似幻。双星夜，秦明眯着眼睛，心中狂喜，今天收获真是太大了！这不就是他梦寐以求炼制补心丹另外一株灵植吗？把这株灵植拍下来。 就只剩下一株九品灵植和一株八品灵植，补心丹所需要的灵植就筹齐了。这灵植根本就不叫双生子，而是双星叶，是长在万年寒冰中的一种灵植。《丹武双绝》第三百八十九章：你是人才。双生子有两根主脉，如果给血脉相同的两个人服用，他们将产生产生心灵感应。只要境界相同，两个人的武道心境可以互补。就连武王突破武皇最大的难关。 领悟室，双生子都有很大的帮助。这么重要的灵植，买回去就相当于买了两个未来的武皇。拍卖视频如充满蛊惑的声音细细说道：“秦明一想，这双星叶还真有这个功能。虽然条件苛刻，需要血脉相同、境界相同，而且还需要两人天资都高，才多一倍的机会领悟室，才有可能可能晋级武皇。跟能够直接服用丹药就领悟室比起来，差远了。不过在元大陆。” 有很多丹药可以领悟式，武皇也不是那么珍贵。可前大陆完全不同，这里武道修为最高的估计就是武尊，武皇只比武尊低一级，完全是一个家族的中坚力量。可以想象，这双星夜是何等的珍贵了。这秦明摸了摸戒指，他倒是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在原大陆，他从来都是把灵植炼制成丹药，从来都不考虑灵植单独服用的效果。他可是原大陆最强的丹帝。 什么九品灵植都可以炼制，灵植单独服用效果比炼制成丹药要差很多。他怎么可能会在意灵植单独服用的功效呢？而这株双星叶效果对前大陆来说这么重要，会不会被拍出天价？拍卖视频如没有犹豫，说到：“各位都知道双生子的功效了，那么现在开始起拍，底价两亿上品灵石。”糟糕，秦明心中暗急，这起拍价就两亿，等下还不知道拍出什么天价来。而现在。 手里只有五亿两千万上品灵石，不知道够不够。来人！秦明大声道。外面守着的侍女推开门，行礼问道：“大人，你有什么吩咐？”“你去叫一下杨泉，就说我亲牙子找他。”秦明说道。“是杨家少家主杨泉，杨少爷吗？”侍女确认道。秦明点头道：“是。”“您稍等。”侍女关门离开了。秦明耐心的等待起来。 而在等待的过程中，双星叶的价格一路攀升，很快就突破了十亿大关。突破十亿上品灵石之后，双星叶的叫价明显慢了下来。亲牙子，你找我？杨泉推开秦明包厢门，笑道：“我想要这株灵植，可手上只有五亿两千万上品灵石，想找你借点灵石，不知道你方便吗？”秦明直接道：“下面的灵植随时都有可能成交，秦明没有时间耽搁。” 好，杨泉道：“你只管叫价，缺少的我来补。”秦明一愣，这杨泉太干脆了，他就不怕直接拿了灵植之后跑路？看了一眼杨泉，秦明点头道：“这个情我成了。”转过身，秦明大声喊道：“十五亿！”秦明的喊声一出，本来还有想叫价的人纷纷闭,闭上了嘴巴。十五亿来一株双生子灵植，他们要在心中仔细的考虑得失。片刻。 看到没有人继续叫价，拍卖师平如诱惑到：这可是两个武皇，两个武皇创造的收益可不是十五亿上品灵石可以比的。要是自己儿子、女人成为武皇，寿命大大增加，可以多陪自己好多年。可惜现场拿得出十五亿灵石的人，心智都非常坚定，根本不受平如的诱惑。一、二，拍卖师平如恨不得一直等下去，可惜拍卖行有规定，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报数。 他已经等到极限时间，不能再等了。三，啪！平如把锤子往桌子上一拍，秦明的心也是跟着落了下来。恭喜拍得九品灵植双子叶。很快，侍女就把灵植送了上来。秦明接过灵植，把五亿两千万上品灵石给了侍女。侍女在杨泉的示意下，恭敬的退了出去。秦明把灵植往杨泉的怀里一推，说到：“灵植先放在你那，我会带着足够的灵石来取。” 不用，杨泉把灵石递给秦明，说道：“我相信你。为什么？”秦明看着杨泉的眼睛，杨泉道：“因为你是人才。我们杨家有很多炼丹师，也有丹王炼丹师，可是缺少像先生这样有天赋的炼丹师。估计先生已经有实力突破丹王，成为丹皇境界的炼丹师了吧？一个能够炼制完美丹药的丹皇，可不是区区十亿上品灵石能比的。好。” 秦明笑着接过灵植，还有这个，杨泉递过来一个牌子，牌子呈紫色，这是四星紫牌，先生有资格拥有。秦明接过紫色牌子，离开了拍卖场，直奔丹铺。丹武双绝第三百九十章罗王醉。秦明在杨泉眼中看到了野心，他并不讨厌有野心的人，反而有些喜欢有野心的人。野心也就意味着奋斗，意味着追求。 这种人会很有可能会成为顶尖的人物。最重要的是，秦明在杨泉身上看到了坦诚和付出。如果换做自己，秦明根本做不到像杨泉这么大方。十亿上品灵石说给就给。十亿上品灵石，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培养三五个天资不错的武者，完全可以培养成武王。杨泉能够坦诚的告诉自己，就是看中你的未来。现在提前投资，这也是很了乐起的一件事。 秦明虽然不会受杨泉的招募，不可能加入杨家，可是，在关键的时候帮助一下杨泉，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要问秦明的人情值多少灵石？上一世，秦明一个人情就代表一炉十颗完美品质的九品丹药。青崖丹方内，秦明先把两株九品灵植单独放好，又把一株株炼制罗王醉的灵植拿出来，准备开始炼制。看着地上的灵植，秦明内心中居然有一丝丝紧张。 摇了摇头，秦明打起精神，丹神之体炼，紫色的火焰耀眼的出现在半空。秦明把一株株灵植融化开来，五颜六色的夜珠在空中上下起伏。一进入炼丹的状态，秦明就整个精神状态都集中在灵植之上，精神之力透体而出，包裹所有的夜珠。凝<您>，轻轻吐出一个字，秦明控制着夜珠相互碰撞，一颗颗丹药骤然形成。 这是，秦明惊喜的看着一个全白的丹药，这丹药和其他丹药颜色完全不同，丹药之上一条纹路都没有。以秦明现在的炼丹能力，不可能出现完美品质之下的丹药。这颗丹药显然是丹神之体异变的丹药。拿着丹药，秦明鼻子轻轻嗅了嗅，马上心中知道丹药的具体作用。使用丹药一个月之内百毒不侵。秦明脸上笑容瞬间收敛起来。 这是什么鬼丹药？一个月之内百毒不侵。我炼制的完美八品丹药罗王醉本来就可以解除八品之下，包括八品的所有毒。九品毒何其稀少，中毒之后再服用这颗丹药，居然并不解毒，只能保护身体不再受其他毒影响。这丹药就是颗废材丹药吗？本来秦明看到八品丹药炼制出来的一丹，以为会非常珍贵，谁知道百高兴一场，得到了一种废材丹药。算了。 有总比没有强。秦明收起白色丹药，看向其他完美品质的罗王醉，先回去把师傅身上的毒解了。秦明把罗王醉装好，就迫不及待的想要回去找师傅。秦明走到弟子的卧室之前，大声道：“司马硕，师傅<父>！”司马硕赶紧起床，穿好衣服走了出来。秦明说到：“现在我要离开段时间，你就把店铺关了，到酒店里住段时间，我回来之后再开始营业。” 师傅，我可以一个人照顾店铺的。司马硕急道。秦明摆了摆手：“师傅不是怀疑你没有能力经营店铺，而是怕你不会和盐城的势力打交道。师傅，我是丹王，又是这间店铺的主人，他们不敢为难我。可你就不同了。”是。司马硕应道。秦明不再犹豫，朝着盐城之外疾步而去。《丹武双绝》第三百九十一章：回秦家。 盐城杨家府邸一间大殿之内，大殿之内，一个男子正泡着药浴池内。少爷，一个仆人恭恭敬敬走到大殿，隔着纱帘对着男子行礼。杨军，什么事？男子睁开眼睛，我不是说了，修炼的时候不要随便打扰我吗？少爷，小的有紧急事情禀报。仆人跪倒在地，刚刚青牙子从盐城出去了。 青牙子刚刚借了少爷的十亿上品灵石，现在就出城，我怕他卷着灵石跑路。嗯，男子闭上眼睛，考虑半晌，命令道：“这件事情你不用管，他离开就让他离开吧。”是，仆人躬身离开大殿。秦明出城之后，来到一个小山坡之上，从空间戒指中掏出一个玉笛，轻轻的吹奏，声音不大，可声音似乎有魔力般传出极远的距离。 耐心的等待了片刻，秦明听到一声欢快的吼叫声，追云龙呼啸而来。摸了摸追云龙，秦明轻轻一跳，站在追云龙背脊上。呼，追云龙一飞冲天，很快就到了云层之上，朝着陈阳城方向飞去。两天之后，陈阳城已经出现在秦明的视线中。摸了摸追云龙的背脊，秦明笑道：“要不是你，我估计得走上两个月才能到陈阳城。这两天辛苦你了。” 记住这里，以后帮我好好守护。好，追云龙低低的吼叫了一声。秦明知道追云龙听懂了，秦明笑了笑，朝着远处的秦家一指，说道：“下去。”追云龙朝着秦明手指的方向急冲而下。陈阳成秦家家族子弟正在练武场做着早练，绝无涯在旁边观看着，偶尔上前指点两句。被绝无涯指点的秦家弟子脸上都会露出恍然大悟。 欣喜之色，正在这时，绝无涯脸色一变，震惊的看向远处的黑影。快进房间！绝无涯来不及解释，大吼道。本来还在看热闹的秦家子弟瞬间反应过来，慌忙朝着旁边的房间跑去。绝无涯抽出细剑，神色凝重的看着天空中的黑影。黑影越来越大，绝无涯这才看清，这是一条追云龙。 而且是成年的追云龙，成年的追云龙可是王级魔兽。绝无涯心中一沉。好，oh. 追云龙找到一片空地，呼啸着降落在地面。绝无涯紧张的看着降落在练武城的追云龙，脸上透着疑惑。这飞云龙急冲而下，却不攻击人，反而怎么匍匐在地？秦明看到绝无涯，哈哈一笑，从追云龙身上走了下来。绝无涯，秦明。 绝无涯看到走下来的秦明，惊讶道：“少爷，少爷回来了！”秦家子弟高兴的大声喊叫。这时，被追云龙吸引过来的秦渊，众位长老听到弟子们的喊叫，加快了步伐走了过来。“明儿，你回来了。”秦渊笑呵呵走上前来，看向秦明身后的追云龙，问道：“这是什么魔兽？会不会攻击人？”父亲放心，这是武王级魔兽追云龙。 已经被我驯服了，不会攻击人。”秦明笑道。“武王级魔兽？”秦渊和众位长老面面相觑，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武王级魔兽？这是武王级魔兽，还被你驯服了？”秦明哆嗦着指着追云龙，他这辈子都没有看过武林级魔兽，更别说武王级魔兽了。他知道儿子有很多秘密，也知道儿子的前途和天赋不是他能够想象的，但是怎么也没有想到。 现在居然能够得到王级魔兽了，这是何等的难以置信！《丹武双绝》第三百九十二章：把魔兽留在秦家。秦渊拉着秦明，连忙走进旁边一个房间，让所有仆人退下，关闭门窗。明儿，你是怎么驯服武王级魔兽的？秦明笑道：“父亲，师傅给了我一瓶丹药，运气好碰到受伤的魔兽，就把他驯服了。我想以后这魔兽就在秦家，作为秦家的守护魔兽。” 闻言，秦渊点点头。他知道青岩是丹王，有丹药驯服，能够驯服武王级魔兽，不奇怪。秦明看到父亲的样子，也知道蒙混过关了。父亲只在陈阳城这小地方生活，哪里知道驯服魔兽需要大量六品丹药，而六品丹药的价值，估计父亲心里也没有概念吧？秦渊看着秦明说道：“女儿，秦家又没有危险，不需要追云龙的保护。” 你总是在外面闯荡，追云龙还是跟着你好？摇了摇头，秦明道：“父亲，我在外面没有危险，魔兽对我来说一点用都没有。而对于秦家来说，很有可能因为无意中得罪了一个武林高手，而被灭掉。你忘了司马家族是怎么被灭的吗？”我觉得追云龙在家里更好些。秦明眉头一拧，司马家，秦明当然知道。本来秦家和司马家族还有仇怨，谁知道司马家族怎么了？ 好端端的侮辱武林，武林强者是能随意侮辱的吗？就这样直接全家被灭，事情发生，他们秦家还庆祝了三天。想到司马家族的下场，他还真有些不寒而栗。你呀、啊，什么都想着家族，有时候你也要为自己考虑。秦渊道：“你是秦家的少家主，以后要继承秦家，所以千万要保护好自己。既然你不需要追云龙，就把他留在家族吧。” 不过，一旦你需要，还是以你自己为重。放心吧，父亲。秦明笑道：“自己要去秘境银月湖秘境，听说开启三年时间，自己还知道在秘境中要待多久。而秘境是不能带魔兽进去的，家族也没有武王守护。秦明总是有点不放心，还是把追云龙放在秦家好些。而且，追云龙只是明面上的。秦明打算再炼制些青兽丹，再收服些魔兽，这样。” 秦家有大量的王级魔兽，秦明也就可以放心探索秘境了。秦渊道：“走吧，我们出去。你这么长时间没有回来，也该看看母亲、师傅。”好。秦明笑着随父亲走出房间。哥哥，你回来了，有没有给我带好吃的？秦晴一下从旁边窜了出来，蹦蹦跳跳跑过来，拿着秦明的胳膊道：“有，有。”秦明把一个空间戒指递给妹妹。 这是他在盐城随手买的些小玩意，这些小玩意虽然不珍贵，可都是陈阳城没有的。秦晴拿到戒指，立马放了秦明的胳膊，开始研究起来。师傅，秦明对青岩行礼道。青岩负手而立，笑着点了点头。在外人面前，秦明一直都叫他师傅。众长老，今天明儿带着武王级魔兽追云龙回来了，并且这魔兽以后会留在秦家。今天晚上给我大摆筵席，宴请全城。 秦渊大声喝道：“是！”众长老应道。秦渊看着追云龙，呵呵一笑：“秦家有了这追云龙之后，就稳如泰山了。听说魔兽寿命都极长，有了魔兽，只要秦家不去招惹高高在上的武王，完全可以靠着追云龙把秦家传承上百代，而不用担心家族安危。”《单武双绝》第三百九十三章：谢灵夜，秦家秦明房间，秦明。 绝无涯，青老坐在茶桌旁。青老，这是八品丹药罗王醉，可以解除你身上的毒。秦明拿出一个玉瓶，递给青年。秦明，你找到灵植了？绝无涯惊喜道。绝无涯早就知道青老的真实身份，也知道青老是丹王和身中剧毒的事情。整个世界上也只有绝无涯和青老知道秦明是神级丹师，而绝无涯对炼丹师不了解。 一直对秦明是神丹师深信不疑，而青老就不同了，他是丹王，对炼丹的难度和获取灵植的难度都一清二楚。他对秦明是神级炼丹师的事还将信将疑。不过青老知道秦明的炼丹实力极其厉害，最少是他远远比不了的。青岩颤抖的手接过玉瓶，倒出一颗丹药，拿在手上，这就是八品丹药。是的，秦明笑道：“这该值多少灵石？” 青岩情不自禁的问一句，眼眶都有些湿润。八品完美丹药，这片大陆还从来没有出现过，最少他青岩听都没有听说过。无价之宝，根本没有办法估量。秦明却是为了他一个半残老头，浪费这么珍贵的丹药。师傅，你还等什么？快点吃了吧。秦明笑道：“好。”青岩也没说感激的话，什么感激的话，对于一颗八品完美丹药都是苍白的。 他轻轻的把丹药放进嘴里，只感觉一股清香从丹药中散发出来。刚刚下肚，就感觉身体开始发麻。一刻钟之后，青岩呼出一口气，整个人看起来红光满面。师傅，你感觉怎么样？秦明问道。青岩摸了摸自己肚子，摸了摸有些发热的脸庞，说道：“好，很好，我感觉前所未有的好。驱除毒素之后，青岩只感觉自己浑身轻松。” 说不出的痛快，可惜这次拍到很多灵植，见到了很多珍宝，就是没有见到解灵液。秦明遗憾道：“想要灵植修复丹田的丹药，不管是哪种丹药，都需要一种叫解灵液的珍宝。”秦明脑海中有好几种能够修复丹田的配方，可是除了补心丹这种九品丹药以外，其他的丹药都需要解灵液才能炼制。解灵液是什么珍宝？青岩好奇问道：“他是丹王。” 对大部分灵植和能够炼丹的珍宝都非常熟悉，可是这解灵液连听都没有听过。秦明介绍到，解灵液是一种液体，这种液体最珍贵的不是炼制丹药，而是培育土地。培育土地？青岩疑惑。解灵液是一种七级珍宝，是炼制很多七级八级必不可少的配材，但是它最大的作用不是炼丹，而是培育土地。秦明喝了一口茶，笑着说道：“你们都知道。” 不管是家族还是宗门，最重要的都是资源。只要有大量的资源，就可以培养大量的武者，那么家族就可以轻松崛起，长久的发展。绝无涯和青老点头，他们当然知道资源的重要性。不但是家族，平常武者也都是在为资源发愁。财、旅、法、地才排在第一位。解灵液能够滋养地脉，把它撒在地上，灵气会更加充足。而如果专门撒在一个地方， 甚至可以把那片地方改造成灵地，秦明继续道。灵地，青老惊讶道：“是可以种植出灵植的灵地吗？”“对。”秦明笑道：“普通一二品的灵植，要是肯花费功夫，还是能培养出来。而四品之上的灵植，是万万不可能培养出来的。而灵地却是打破了这个常规，高品灵植完全可以在灵地里生活的很好。”“这么珍贵？”绝无涯惊叹。 三武双绝第三百九十四章赤王兽，当然珍贵，这可是可以永久传承的宝物，哪个家族都不嫌多。秦明笑道：“而且这宝物还可以和极品灵石配合起来使用，和极品灵石配合使用。”绝无涯想了想，激动道：“我知道了，极品灵石可以吸收空气中的灵气，而解灵液可以改造地脉，完全可以极品灵石所需要的灵气。”对。 秦明点头道：“极品灵石和上品灵石的兑换价格是一块极品灵石兑换一千块上品灵石。虽然有这个价格，可很少有人会真的兑换。极品灵石中的灵气只有上品灵石中灵气的百倍，可极品灵石为什么是上品灵石的千倍价格呢？那是因为极品灵石可以吸收空气中的灵气，慢慢恢复。一块极品灵石放在空气中，大概放置千年。” 极品灵石会完全吸收饱和，极品灵石一般都是大家族作为底蕴存放，而普通武者哪怕偶尔得到一块极品灵石，也会兑换成上品灵石使用。好了，天色也不早了，明天我还有事情，就不说了。秦明看了看外面的天色，发现已经漆黑。好，你一路赶来，肯定累了，我们就不打扰了。绝无涯和青岩起身离去。第二天。 秦明乘坐着追云龙来到青影森林，追云龙飞低点，秦明害怕惊到五皇魔兽，连忙叫追云龙飞低些。追云龙连忙降落下来，挨着树梢慢慢的飞行。青影森林太多大树，他不敢飞太快。飞行魔兽有些难得啊，上次碰到你真是运气。飞了一会儿，秦明还是没有碰到合适的魔兽，要么等级太低，秦明瞧不起，要么就是些只能浮空。 不能飞行的魔兽。二，这次秦明还是想找能够飞行的王级魔兽驯服，飞行魔兽来去自如，完全可以自己找食吃。不能飞行的魔兽，秦家和话语宗养着太费劲了。那里有一头追云龙，快追！秦明看到前面有头王级飞行魔兽，立马催促追云龙道。就这样，秦明谨慎的在青影森林待了两天，终于筹齐了十头飞行魔兽。 也把秦明身上所有的清兽丹用完，走回去。秦明大声道：“好！”追云龙带着十头武王级魔兽直上云霄，朝着化羽宗飞去。片刻，秦明就来到化羽宗。秦明给追云龙一个指示，追云龙在化羽宗练武场降落下来。宗主，宗主回来了！一个个化羽宗弟子看到秦明的追云龙，大声喊道：“前两天他们已经听说。” 宗主带了一头魔兽回来，也都知道秦明魔兽的样子。秦明从追云龙跳下来，对着除了追云龙以外的魔兽说道：“你们以后就生活在这里了。”魔兽纷纷鸣叫，飞上天去。宗主，这些是什么魔兽？一个话语宗弟子问道。秦明指着一头绿色的魔兽道：“那头绿色的魔兽名字叫赤王兽，是一头武王级魔兽，飞行速度很快，在武王级魔兽中属于顶尖，不过战斗能力不行。” 还有，已经消失不见了。下次再跟你们讲吧。那些不会全部是武王级魔兽吧？一个女弟子问道。秦明点头道：“不错，那些都是武王级魔兽，而且这些魔兽就留在宗门了，你们都有机会骑。”真的吗？一个个弟子兴高采烈的欢呼着。《丹武双绝》第三百九十五章：十头武王级魔兽。秦明、绝无涯从远处走来。 我听到有魔兽叫唤，就知道是你来了，绝长老，弟子们纷纷打招呼，知道宗主和绝长老有话说，纷纷离开。秦明笑道：“刚刚好你在这里，我就不用回秦家了。”“怎么了？”绝无涯问道。秦明笑道：“我前两天又驯服了些魔兽，这些魔兽我打算留给宗门。”“魔兽这么好驯服吗？”绝无涯摸了摸头，不敢置信地问道。秦明说道：“驯服王级魔兽不难。” 难的是驯服黄级魔兽，驯服王级魔兽只需要丹药就行，而黄级魔兽都异常的聪慧，驯服他们不只需要丹药，你还想着驯服黄级魔兽？绝无涯道，驯服王级魔兽已经很不错了，保护秦家绰绰有余。秦明笑道，要不是我只有武王的实力，我肯定会花些心思驯服黄级魔兽。绝无涯无语的摇了摇头，秦明又打击他了，他还仅仅只是武林而已。 还不知道何时才能突破的武王境界，秦明递给绝无涯九个笛子，说到：“这个笛子叫唤兽笛，可以召唤驯服的魔兽。我把它交给你。”好，绝无涯接过笛子，数了数笛子的数量，问道：“你这次驯服了多少头王级魔兽？不会是九头王级魔兽吧？”对，秦明道：“现在总共有十头王级魔兽，其中一头魔兽我要带走。”这么多，绝无涯欣喜道。 这样，我们暗影的实力又增强了。秦明摇头道：“绝无涯，千万不要把魔兽用到战斗中去。弟子们需要经历生死危机，这样武功才会进步。要是利用魔兽战斗，我估计这些弟子一辈子都不可能成为武皇。”绝无涯神色一正，点头道：“是我疏忽了。虽然不能用到战斗，可长途飞行，这些魔兽都能胜任。而且，我驯服的魔兽大部分都是背脊宽大的，可以带很多弟子。” 秦明笑道：“不错。”绝无涯笑道：“这样，我们暗影的扩张又能加快很多。”秦明笑了笑说道：“我有个想法，大陆上最珍贵的资源都集中，繁华的城池之中，我们完全可以先在繁华的城池重点发展。比如盐城，盐城就有很多武林级武者，我们可以招募些武林武者，这样安全就有了最基本的保证。而且盐城的商业非常繁华，凭借我的炼丹能力。” 一定可以在那里发展的很好。绝无涯想了想，觉得秦明说的确实有道理。好，那这次叫些弟子先过去尝试下。那就叫杨树带二十个弟子和我一起去吧。秦明说道。对了，杨宛如怎么样？适合管理暗影吗？适合，太适合了。绝无涯笑道。你不知道，自从杨宛如掌管暗影之后，整个暗影根本不用我操心，她打理的井井有条。再加上我的重点培养。 不计其数的完美丹药砸下去，他现在都已经武宗五层了，这么快？秦明惊讶道：“这才多久就武宗五层？他肯定有经常战斗吧？”“确实。”绝无涯道：“你也知道，在暗影有些时候必不可少会有纷争，他经常带着武者战斗，也常常亲自出手。那要小心了，历练可以，可千万不要把命丢了。”秦明嘱咐道，摇了摇头。 绝无涯叹息了声：“我倒是不担心杨宛如，他每次战斗都把敌人的实力调查清楚，万无一失之后才出手。别的弟子就没有杨宛如谨慎了。前段时间有两名弟子在紫云山脉历练，碰到魔兽围攻，死在了紫云山脉。我赶到时，他们的尸体都被魔兽撕烂了。”秦明拍了拍绝无涯的肩膀：“绝无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武者就必须得经历危险。我也知道。” 舞者的道路充满危险，大部分舞者都是战斗而死，可心里还是难受。这些孩子是我一手培养，每天都带着他们训练，没有想到一次小小的历练就要了他们的命。绝无涯悲伤道：“好了，一切向前看，这都是他们自己选择的，他们已经非常幸运了。”秦明道。绝无涯点点头，他们确实已经非常幸运了。话语宗资源从来不缺，也不缺功法。 现在只缺少历练而已，比别的武者幸运的多，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丹武双绝第》第三百九十六章回盐城。对了，昨天忘记问你秘境的事了。秘境现在已经传遍整个大夏王朝，你有没有收到秘境新的消息？绝无涯问道。秦明说到，现在已经确定这个秘境是传承秘境，根据推测，里面很有可能有天级功法、九品灵职，甚至是九品丹药。 这么多宝贝，绝无牙道，难怪整个天下武者都沸腾起来，想要一睹秘境的风采，送死而已。秦明不屑道：“秘境是那么好进的吗？这秘境限制修为最高到武王境界，那么肯定有很多武王进入，武王之下的武者进入只是找死而已。就算是有武尊传承，也不会被实力低微的人得到。”绝无牙道：“这还不是出现的秘境太少了。” 武者根本不知道秘境中的情况，只以为秘境中到处都是宝物，都想去捞一把。秘境应该不少，秦明说道。只不过大部分秘境都被大家族或者宗门占据了，只有极少部分才被普通人撞见。而这次的秘境是一个上古秘境，不是以前的秘境能够比的，根本不是几个家族或者宗门就能够控制的。秘境也分大小，小秘境很好控制，只需要在秘境的进入口阻挡。 就杜绝其他武者的进入了，而银月湖秘境不同，它是一个上古秘境，秘境结界非常大，笼罩了整个银月湖，根本不是几个家族就能阻挡的。而且现在消息已经传开，秘境更是传出有天级功法的秘密，整个大夏王朝都惊动了，也不是几个家族合起火来就能阻拦的了。真希望自己现在是武王，凭借着我的剑法，还有对世的领悟，只要我到达武王，寻常的武王根本不是我对手。 绝无涯摸了摸腰间的剑，说道：“秦明，笑道，会有机会的。”中午，秦明和绝无涯站在练武城，二十个弟子，包括杨树，站在秦明身后。秦明，这次去万事小心。绝无涯道：“能不能杀决心根本不重要，以你的天赋，要不了多长时间，你肯定会成为武皇。到时候杀个武王，跟杀鸡一样简单。”秦明笑道：“放心，你也知道我性格。” 我对自己的命看得相当珍贵，我是不会随意冒险的。绝无涯点点头，拍了拍秦明的肩膀：“召唤魔兽吧。”秦明吩咐道，同时从空间戒指中拿出笛子，开始吹奏起来。是，杨树和一个弟子拿出笛子，也是开始吹了起来。片刻，啾，三只魔兽从远处飞了过来，降落在秦明身旁，轻昵的磨蹭着。秦明摸了摸这三只魔兽。 跳在一只绿色魔兽背上，这只魔兽速度最快，不过背脊相当较小。其他弟子也是爬到其他两只魔兽背上，神情紧张的观察着。走了，秦明轻轻道。三只魔兽瞬间高飞，很快就到了云层之上。啊！有几个弟子大叫起来，双手死死的拽住魔兽。两天之后，秦明和众弟子就到了盐城之外，那就是盐城，好大。 弟子们惊呼起来，秦明沉声道：“你们到盐城之后，万事小心，千万不要动手。要是有人威胁你们，或者动手攻击你们，你们就大叫，很快就会有卫兵赶到。盐城可不比以前的小城池，这里可是有武尊存在。”是，听到秦明的话，所有的弟子瞬间变得稳重起来。服用神行丹吧，秦明道。这些弟子都是暗影的弟子。 平时很稳重，刚刚是看到这么大的城池，知道自己以后要生活在这座城池里，一时间情绪激动。是，弟子们纷纷拿出丹药，变换着相貌。好，照我说的行动吧。秦明道：“是。”这些弟子纷纷运起功法，片刻就消失不见。看着弟子们的表现，秦明满意地点点,点头，朝着盐城走去。《丹武双绝》第三百九十七章。 招人，秦明在盐城的一间酒楼之中，把司马硕带了出来，又和他一起回到青崖丹方，发出消息，就说我们店铺还缺个伙计。秦明对着正在往架子上排放丹药的司马硕说道：“啊！”司马硕紧张道：“师傅，是我哪里做的不好吗？店铺每天只卖一百瓶丹药，而且每个顾客都自觉的排队，根本就不需要人手。”秦明突然要招人。 司马硕担心是自己没有做好，秦明摇头道：“你做的很好，只是师傅有些事情需要人做，你不用管，只管负责招人就行。凡是想要进丹铺做事的人，你叫他们今天下午过来，下午我亲自来选人。”好，司马硕应道：“师傅平时很神秘，完美丹药就像无穷无尽一般，不懂的事司马硕都不会问，只管做好自己的事，练好自己的丹，师傅。” 你教我的方法很有用，我现在能凝丹了，相信不久之后我就能炼制出丹药。秦明笑道：“不错，继续加油。”是，司马硕高兴道。秦明走进里屋，盘膝在蒲团之上开始修炼。什么？店铺现在要招人？你师傅应该是个厉害的丹药师吧？我是大丹师，我想要到店里帮忙。一个身材瘦小的年轻人听到司马硕说要招人，眼睛一亮。 司马说看了年轻人一眼，说道：“好，你今天下午再过来吧，师傅亲自选人。”“好，好，我下午过来。”年轻人高兴离开。我我，我一个中年人也是大声道：“算我一个，我手脚麻利。”还有我，排队买丹药的人很多，大声说道：“好，好。”司马说大声道：“凡是有意的，今天下午都可以过来一试。”很快。 时间就到了下午，一群人早就等在门外。这些人有早上在店里听说这间店铺要招人，有在城里听别人说，特意跑过来的。店铺门打开，秦明从店铺中走了出来，看到百多人站在门口，吓了一跳。我只招一个人，怎么这么多人想来？秦明说道。一个年轻人大声道：“我们看你店里都是完美丹药，想要见识见识，能够炼制完美丹药的大师。” 您是那位能炼制完美丹药的大师吗？秦明点头，对，我是。可不可以教我？我现在已经是大丹师了，可连最基本的一品丹药都没有办法炼制完美。我想拜您为师。年轻人眼睛一亮，问道。秦明摇了摇头，我现在不想收徒弟。你可以去找丹药联盟，以你的资质，他们应该很喜欢。不想收徒。年轻人低下头。好了，想学习炼丹才在这里的。 现在可以离开了，我是不会教导任何炼丹的。秦明目光扫向人群，大声道：“闻言，有四十多人离开队伍，站在一旁。秦明又到二十岁之上的暂时不考虑，我这是在招收家仆，不仅仅是伙计。又有五十多人离开，现场只剩下三个人。秦明点了点头，问到：‘你们三个谁武功最高？’‘我是武宗一层，大武师三层，武师九层。’几人纷纷答道。” 秦明看向武功最高的少年，那少年短头发，眼睛透亮，腰间带着一把细剑。你愿意做我的家仆吗？愿意。少年点头。好，就你了。秦明笑道。这少年正是话语宗弟子。秦明为了表演给盐城的势力看，故意来的这一出。单武双绝第三百九十八章关闭店铺。青崖丹方后院，秦明站在两个少年面前，杨树。 你今后就改名杨牧，帮我操办拍卖会和秘境的事。是，宗主。”杨树应道。司马硕听到秦明的话，心中一惊：这个少年和师傅认识，是师傅故意这样安排进来的。司马硕，你从现在开始就是话语宗的弟子。杨树是你的大师兄。”秦明吩咐道。司马硕拱手道：“是，师傅，拜见大师兄。原来师傅有宗门，而且是宗主。” 秦明点了点头。司马硕经过这段时间的观察，品性不错，秦明已经接受他了，也开始让他慢慢融入话语宗。司马硕，以后你的修炼资源归大师兄发放，好好听大师兄的话，有什么不懂的就问他。秦明又看向杨树，他是老师的丹道徒弟，平时你也教导他学习本门的武功。是。司马硕和杨树同时应道：“司马硕，你去练习丹药吧。” 我和杨树有话说。秦明道，司马硕恭敬离开。秦明把一个戒指递给杨树，这里有些完美丹药，你今天就去盐城拍卖行把这些都卖了，把先获得进珍宝拍卖行的资格。珍宝拍卖行的资格？杨树疑惑。你去拍卖行，会有人跟你介绍，到时候你就懂了。以后拍卖行的事情就全部交给你，只要价格不过分，你负责帮我把所有的七品以上灵值都拍下来。 秦明吩咐道：“杨树点头，宗主放心，我一定办得妥妥当当。你以后就叫我老爷，不管有没有人在旁边。”秦明这是防止隔墙有耳。是，杨树躬身。有话语宗弟子帮忙，又有司马硕掌管店铺，这段时间秦明彻底清闲下来，每天炼丹修炼，好不快活。而整个盐城也是越来越多的武者过来，平时难得一见的武王高手。 现在就算逛街也经常能碰到，武者多了就容易生事端。陈卫军再杀了些武者，特别是其中还有个武王武者，整个盐城治安瞬间好了。秘境开启之际，秦明炼制的完美丹药，不管是修炼还是治愈伤势的丹药，都受到所有势力的追捧。这段时间，秦明也是悄悄的多卖了些完美丹药。这三个月来，秦明早就还了杨泉的灵石，并且借助岩石拍卖行。 收集了不少灵值，特别是高品灵植，有杨树盯着整个拍卖行，只要是有高品灵植拍卖，只要价格合适，都被他拍得。二，弄得整个拍卖行，只要有灵值开拍，都盯着杨树的包厢，等着他给个估价，然后其余人才根据估价看愿不愿意提价争夺。因为这三个月和拍卖行的交易，杨树早就成了四星子牌，更是受到拍卖行的隆重款待。 就差直接供起来了。这段时间，秦明不缺灵石，大力开始炼丹。盐城又不缺买家，秦明赚的盆满钵满。他要灵石又没有用处，都通过杨树在拍卖行置换成了各种品级的灵石，又全部炼制成丹药。少部分直接卖给盐城各大家族，大部分留在暗影。除了供给化语宗弟子和秦家所需之外，大部分都通过暗影分散到各个城池贩卖。只是。 暗影说：“铺设的城池还太少，而秦明炼制的丹药太多，暗影也卖不完。当然，秦明也不打算暗影能够卖出多少。就算能够全部卖出去，秦明还不乐意。他要进秘境，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出来。秦家和华语宗所需要的丹药可不少，留着他们慢慢用。”这天离秘境开启时间不远，盐城很多武者都提前去秘境了。秦明把杨树和司马硕叫到后院，司马硕。 你跟我的时间也不短了，应该也详细知道话语宗的情况了。愿意到话语宗生活吗？秦明看着恭敬站立的司马硕，开口问道。司马硕拱手道：“弟子愿意，只是这店铺。”秦明摆手道：“店铺我打算关了。店铺每天生意都很好，更是在整个盐城打响了名声。为什么要关呢？”司马硕忍不住问道：“这段时间不说店铺出售的丹药，光是店铺每日卖出去的完美丹药。” 就赚取了不少灵石，财帛动人心啊！秦明摇头叹息道：“有多大的实力，就占据多大的财富；没有实力，就如同小儿持惊。我现在所卖出去的完美丹药，已经赚到盐城五大家族都要羡慕的地步了。要是再不收手，估计就没有机会收手了。”“怎么会？盐城可是有规矩的。”司马硕满脸震惊看着秦明。秦明嘲讽一笑：“规矩？他们立下的规矩？” 还不是为了多赚些灵石。有一天，他们看到了更多的利益，怎么就不能破了规矩呢？现在秦明的收入多是来自各个不同的家族，并且都是暗中交易，这才让人摸不清他到底卖了多少完美丹药，更不知道他获利几何。可盐城都是五大家族的，迟早有一天会露馅，还不如早点离开。反正现在赚的灵石已经足够多了，暗影也已经在这里扎根，想要灵石，分散着卖些完美丹药。 不就有灵石了？完美丹药可比灵石受欢迎多了。《丹武双绝》第三百九十九章：前往秘境。好了，司马硕，你现在也不适合做这店铺生意。师傅可是对你有很大期望。至于店铺，随便一个人都行。让你管店铺，完全是在耽搁你。秦明看着司马硕，笑道：“是师傅，我一定好好学习炼丹，一定不会辜负师傅的期望。” 司马硕恭紧拱手，眼中透露着兴奋。店铺本来就不是他说喜欢的，他只是觉得店铺这么赚钱，现在就这么关了，有些可惜。既然师傅心中早有打算，那他也不用跟着瞎操心，专心做好自己的事就行。秦明又看向杨树，吩咐道：“杨树，你叫人把司马硕送回话语宗，然后在盐城好好经营暗影，尽量早些把盐城的暗影扩大到盐城，只要出现大事，都能第一时间知道的地步。” 是，杨树应道。杨树，现在还没有决心的消息吗？秦明沉声问道。杨树惭愧的低下头：“宗主决心太小心了，前段时间深入检出，根本让人查不出行踪，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离开的大夏城。现在暗影根本就查探不到任何消息。”不怪你，秦明摆手道：“决心是丹王，又有神器要顶，被人重视也属正常。有很多高手在旁边看护着。” 你们想要监视也不容易，飞行魔兽虽然珍贵，可对一个丹王来说，这根本不算什么。哪怕我们也有飞行魔兽，可是想要阻拦他离开，根本不现实。他要离开，我们根本拦不住。而且我也要进秘境一趟，到秘境中收拾他也一样。空中可不比地下，往天上一飞，谁能阻拦？想了想，杨叔又递过来一个小册子，说道：“宗主，这是我买过来关于秘境中的情报。” 这些情报已经被整理成册，在整个盐城中大肆贩卖，想来应该是真的。哦，秦明好奇的接过册子，翻了开。滋滋，秦明惊讶道：“没有想到还有人把这些东西拿出来卖，而且还这么详细。”秦明对秘境可是熟悉到不行，根本不需要什么情报，他只是在关心现在这情报传播的程度。这册子整个盐城都在贩卖，想来进入秘境的舞者。 大多数都清楚秘境的情报了，虽然秘境中还很多事没有说明，可是这详细程度已经给新进入的武者很大的帮助了。秦明说道。杨树惊讶道：“宗主对秘境很了解，这可是一个上古秘境，又是传承秘境。”秦明笑道：“上古秘境而已，我很了解。这册子里的情报大多都是真的，不过也有些是言过其实。”摇了摇头，又说道：“不过有这个小册子。” 进去的武者也能有个准备，应该能少死上不少武者。他上一世是武皇，都自己开辟秘境了，对秘境怎么可能不熟？再说他可是丹帝，对秘境也有些好奇，还招募了些武圣，亲自去过危险至极的上古秘境。弟子多事了。杨树道，他没有想到宗主很清楚秘境的情报，他这番送出小册子完全没有必要。秦明笑道：“不碍事，你也不知道。” 我知道秘境的事，好了，现在秘境也快要开启了，我先走了。师傅、宗主一路小心。司马硕和杨树拱手道。秦明点了点头，那么就这样分开吧。说完，秦明朝着盐城之外走去，认准一个方向，秦明加快了步伐。就在秦明刚刚出去，已经有几只尾巴跟了上来。他们自以为隐蔽功夫了得，哪里又知道秦明有天眼的天赋神通之后。 根本就没有谁能偷偷的跟踪他而不被他知道。秦明也没管这几个，径直朝着城外走去。到了城外之后，秦明猛然加速，一个闪身冲进舞者的队伍。人呢？一个黑衣舞者说道：“刚刚还在这里的，怎么一闪身就消失了？好像是冲进人群了。”另一个舞者指着一旁正赶往秘境的舞者说道：“还等什么？”黑衣舞者大声道：“追！” 单武双绝第四百章，两个武者。可惜，秦明已经用神行丹变换了身形，又脱掉了外套，他们怎么可能在人群中找到秦明呢？兄弟，你也是去秘境的？一个短发中年武者突然在秦明旁边出现。秦明现在是一个中年武者的打扮，短发中年武者称他为兄弟也正常。是啊，你也去秘境？秦明点头，看了眼短发中年武者。 这是，短发中年舞者一个魁梧大汉走上前来。我们当然去秘境。现在走的这么多人，谁不是去秘境的？你这不是明知故问。短发中年舞者一挥手，阻止魁梧大汉继续说下去。不好意思，我兄弟性子直，不会说话，你不要放在心上。不会。秦明看了一眼魁梧大汉的眼睛，说道：“我看兄弟的样子，不是盐城本地人吧？”短发舞者上下打量了番秦明。 我是盐城本地人，从小就生活在盐城，从来都没有见过兄弟。不是，要不然我怎么会一个人去秘境呢？秦明笑了笑说道。短发舞者眼睛一亮，要不兄弟，你跟着我们两个吧。我兄弟虽然性子直，可心肠不坏。而我们两个人太少了，在秘境里也容易受到针对。要是和兄弟在一起，多个人也多个照应。不用了、啊，我习惯一个人。秦明摇头拒绝道。 你怎么这么不知好人心呢？魁梧大汉听见秦明拒绝邀请，大声道：“我兄弟是看你一个人，看你可怜，所以想要和你结个伴。”进秘境的武者这么多，你一个人被人杀了都没有帮手。是啊，兄弟。”短发武者劝道：“大部分进秘境的武者都是成群，一个人单打独斗，要是遇到心肠歹毒的武者，可能有危险。”不用了、啊，秦明看了看远方，说道。 我一个人独来独往习惯了，你们还是和别人一起吧。你，魁梧大汉面色发紫，刚刚想要大骂，秦明身形一闪，快步朝着远方行去。怎么办？大哥，魁梧大汉看到已经远处离开的秦明，不甘的问道。短发舞者面色也是铁青，好不容易遇见个看起来有些身价又独自一人的舞者，怎么能轻易善罢甘休？他不是要进秘境吗？ 我们就先去秘境等他，大哥，你是想要等他进入秘境之后？魁梧大汉比了个下切的收拾，就像手里握了只鸡。短发舞者阴险一笑，走，我们先到前面去，在必经之路等着他。秦明身形一顿，然后神色如此的继续走着。他睁开闭着的眼睛，果然这几个人没有安好心。要不是我用心眼探查一番，还不知道他们的算计。秦明其实早就看出那两个舞者不怀好意了，毕竟。 他们两个从来就没有见过秦明，一看到他就过来献殷勤，显得就不正常。只不过不知道这几个人真正目的，也不好轻易下判断。用心眼一查，顿时清清楚楚了。而且经过秦明观察，那魁梧汉子虽然看起来是个直言的汉子，可每次说话的时机都恰到好处，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玩的熟练极了。但是想要骗过一万多岁的秦明，只能说。 他们太嫩了。